或许他们说的有所偏差，或许不幸他们恰恰说到了你的痛处。我觉得这都不重要，因为这个舞台提供的就是不同角度的一个思维方式。你们相处的最久，你们知道彼此中间的那点东西到底是什么。男生想清楚，如果你真的爱他，你要考虑到他的处境，如果不爱的话就赶紧说。所以为了不那么拖拖沓沓，不如今天大家就彼此谅解吧。啊，要结就结，不结就得了，给一个痛快。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。亲爱的，我们走了那么多年，到今天挺辛苦的，我们一起奋斗，去了那么多地方去创业，辛辛苦苦走到今天，那些美好的回忆我都记得，我知道我的毛病，我一定会改的，我会推掉所有的应酬，早点回家，我陪你一起吃晚餐，我戒烟，不需要你的催促，我做事会认真。好，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。啊，来，请关门。五年的一段恋情，其实现在就面临着最后的方向在哪儿？真相就是这样，其实当事人心里都清楚，只是不愿意去面对，一切看他们自己吧。请开。老师说的话，请你们听在心里，好吗？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正属于这对恋人的时刻吧，各位请见证。亲爱的，一直欠你一个求婚，其实我想过借助今天的舞台做出人生最大的决定，嫁给我好吗？我爱你。真爱他哈，爱他就娶他，不爱他就算了。你真爱他吗？真的。啊，真的。你看着他眼睛说一次。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姑娘，你信吗？信。啊，行了行了。哎，来吧，要保诗易背诗啊。谢谢。祝你们开心吧。谢谢。哎呀。